他抛砖引玉开跑了。早餐店老板许明宏一口气认养了30个功德袋，要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爱心善款，为照护植物人尽一份心力。发票量也好，或者是社会资源的募集，其实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还有问题。但是我觉得在植物人这块，我觉得就我们能力范围内，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我们一己之力。曾经担任过创世基金会员工的许明宏，虽然现在是知名早餐店的老板，仍然非常怀念在社福机构的日子，于是主动邀请创世基金会一同举办爱心活动，希望借由抛砖引玉的方式，让所有民众都能一同伸手做爱心。我们店家也会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，会实际上会有一些捐款来捐给创世基金会，作为照顾植物人的备用。五块不嫌多，一元不嫌少。许老板期望每位上门的顾客都能顺手捐发票或是善款，只要达一定数量，就会免费招待红茶，让创世基金会能够拥有足够的经费，继续照顾卧病在床的植物人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或者你。